呀 ，Hello， 大家干好。哎，为何前方的鸡皮给掉？哦，原来是你的大树哥驾到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发一部守望之城的视频啊！哎，看到这里，你们可能就要想了。哎，今天发守望之城的视频，哎，怎么是解说呢？啊，怎么不放 BGM 呢？啊，是不是要教我们打守望之城的技巧和小空降瞬击的？啊，其实这些东西吧，它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啊，只不过要表达出来的话就比较难啊。游戏水平太次的新手玩家呢，啊，你一下子是教不会他的啊，你怎么说他也听不懂的啊。但是游戏水平稍微中等偏上一点的玩家的话还是可以教的啊，只不过呢啊，你们又不点赞啊，又不三连啊，让人家怎么教嘛，对不对啊。不过大家要想学能把小空降打得很快的进阶式玩法的话，其实只要大家运用好跳和蹲键啊，多加练习，练到很熟练的地步，哎，你就能踩到箱子或者踏板的最边上啊，看起来就像踏空一样啊，然后呢落地就会比较快啊，打小空降什么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哎，其实今天的视频呢是源于最近发的视频，就是想发视频呢就随便上去撸两局打的啊，然后最近 CS 玩多了啊，这个玩 CF 这个空枪也确实有点多啊，就导致经常有小怪蛋来嘲讽人家啊，说什么哎你一个大香蕉啊，我认识你这屎环屎环的头像，哎你不就是那个老挂逼吗，啊是不是现在没开挂了啊，怎么现在没有以前厉害了啊，怎么不打守望元帅了啊，白挂到期了吗，嘎嘎啊，然后呢人家打个 CSGO 啊，也各种来嘲讽我啊，悠悠我啊，跑到视频下面啊，骂完我之后还说没有骂我啊，被举报多了啊，或者受不了压力啊，对线对不过了，毕竟是我的视频嘛，对吧，肯定骂我说话的比较多啊，然后评论被删出来之后又说没有骂我的怎么怎么的啊，然后还有说我蹭 CSGO 热度的啊，甚至说不让我玩 CSGO 啊，让我滚回去打 CF， 你听听你听听，这是人说出来的话吗，啊人家小心肝可太受委屈了啊。那么说到这里可谓是闻着三星剑者流泪呀，全世界已经有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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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本期的视频点了个赞，我这一波忽悠三连可真是太贱了啊！其实上一期的视频呢啊，说要发给大家发这个 AWM 消音的视频嘛啊，然后最近清明节有点忙啊，割了啊，啊，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呢啊，就会给大家补上的啊。因为我发现打这个枪真是太难了啊，要多花点时间啊，除非是去打团队或者个人的狙击战啊，实战里面呢冲不起来啊，因为一挨打这个近者晃动就比较大啊，人就直接没了啊。然后在这里解释一下上一期的视频啊，有很多自称十几年 CF 老兵的啊，不知道当年这个 CF 爆破是可以刷复活的啊，以前爆破两分钟之前死的啊，只要你进来的时候是在两分钟游戏时间两分钟之前啊，都可以再来一次的啊，你快速退出游戏到房间界面再重新进来啊，就可以再来一次啊，中奖了再来一次啊，但如果你死得非常非常快的话，电脑配置又很好的话啊，是完完全全有机会可以刷两次复活的啊，这个居然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这个也很尴尬啊。然后呢啊，现在肚子稍微有点饿啊，来掐锅饭啊，掐锅饭饭啊，四月份友情积分找我可以兑换尼泊尔大黄蜂和 AWM 黑金94瞄准镜永久 98K 黑金等武器道具啊，四月三号到四月六号限时福利领取 M4 卡通 AT15 紫渊永久武器，四月三号到四月十六号呢可以找我领取曼陀罗叉或者救世主叉或者刀锋叉这三个永久角色，还可以领取龙太子黑龙啊 ,AK47 二次元 ,AWM 消音狙还有炫彩 98K 等永久武器啊。另外全区高价回收 save 点还有全区都可以找我来刷这个猫猫手套还有神圣爆裂者还有深渊冰龙等道具啊，加左下角啊视频左下角的微信禽兽狙123啊。另外呢大家如果平常想租 CF 啊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逆战和平精英等几十款热门端游手游游戏号来玩的可以来看看咱们的租号店啊， QQ 搜索 8008-49199，有任何不想玩的游戏号也可以放在这里出租赚点零花钱啊，
高分成高收益，账单公开透明。另外现在咱们珠号店也有很大很大活动啊，现在特别是和平精英和 CF 端游手游啊，出租率都非常非常高啊，租金也很高，你介绍别人来合租的话还能给你封一个大红包啊。好，那么视频最后这里呢就是这个守望远征的片段了啊，只打了这么一段啊，只打了这么一段啊，没有特意去打，然后呢有点水啊，有点水，这个空枪也很多啊，因为现在的人啊确实很会玩，他不像以前那样站在那里直接就瞄着你啊，他感觉像打 CS 那样啊，站在那瞄着你就可以打死你啊，现在的人都很会躲啊，很快啊就露一颗小头啊，你像蚂蚁一样打啊。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啊，记得三连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